谢谢。我们请老师来上场，老师请哦，老师请哦，来，老师请回座。好，我们的学员，我们拍一个代表哈，因为所有的学员都很好奇这里面写什么哦，对不对？我们拍一个代表念一遍给我们学员听一下。老师好，来，亚德哈，来。你从最后一个好了。山林书院。基础课程第二梯次台中营队结业证书，某某某参与2013年1月26日至2月2日的山林书院基础课程第二梯次台中营队圆满结业，上课时数超过70个小时。具备概论暨地区生态专论的解说知识、技能与热忱，特此为证。主办协办单位暨讲师群，仅以至诚签合本证书，并奉山林土地之名，互相期许，共创这世界尚未存在的善良与美德，为生界、无生界预留生机。下面列出主办单位及协办单位，还有讲师群的签名。2013年2月2日。好，我们请各位。好，各位好，这个证书哈，大概有将近200多人报名嘛哈，那每一个证书都是讲师一张一张签的，你知道这个证书是流浪了将近快半个多月才回来的，因为有的讲师是住高雄。那有的是住云顶，所以那个是用快递到处去，这样子一直传到现在提到你的手上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请叶翔老师来帮我们讲几句话。帮我们解释几句。人被教导有点吓到。因为他在讲那个讲师签名的时候，我正在看那个讲师签名的那个单哈。因为当初我拿到的时候呢，我是最后，就是最后在签的。然后呢，每一个人都很客气的，不是签在很尾巴，就签在下面。那我就觉得，你们怎么这种签法哈？因为就很难看，非常难看。因为大家的谦虚，所以变成这个证书，就变成他的造型很难看。各位，你刚刚拿到证书，你发现说，原来他有一个天地的线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多的那个讲师都签到那个地下去了。啊，我就觉得这样不对呀、啊、哈。我说要漂亮的话，应该所以有些人能拿到我的名字很大，然后在很大的空间。因为我只是为了把它补上，让它不要那么难看。所以呢，有些时候的那些想法很有趣哈。那我突然要讲话，我不想要讲什么。对呀、啊。这个原来呢，高雄人为什么也有这些证书？那这个呢，他们写的啊，就是蛮一般公式化的。那其实这个是哪一个字？这个是我真手做的，如果在乎的话，都会有误解，也难过。你会发现，没有人证书是这样的。重点在哪里？而且也不是颁给各位证书，而是拜托各位为这片土地圣界写下一个承诺。所以不是颁给你，我按照以前反正布道师的这里，是拿着拜托的，我是这样的心态。
怎么看古怪啊？其实那样所谓结，就是代表一个新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从第一天第一堂课就已经了解，生命每一分秒，你都在决定你是什么东西。那其实我们只是欠缺那一种那个很急切的提醒。其实自然界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们非常多的东西。那你会发现，就是真的是书念越多越蠢，越难有很多的人的东西，那种太人为刻意的东西越来越多。那我相信经过这七天，有一些东西必然已经发现。其实像走到今天呢，接下来其实在山林里面是不用语言的，就是那样的静体天心的歌言，真的是会接收非常多的信息。那个我在整个地址其实到现在已经讲太多话，每晚自己都有点不能忍受。因为你想想一辈子里面你们跟谁讲最多话？你们跟谁讲最多话？当然是跟自己。那有一种说话就是思想，那你在想的时候其实一直在跟自己对话，可是呢却经常不会留给自己一点空间，一直跳舞。其实我们不止台湾人，是好几个人在对话的。现在呢，我相信各位已经有很敏锐的sensitivity 的东西，大家都唤醒，应该是。也就是说，你现在知道自己所来自更有能力、有潜力决定自己成为什么东西。所以在这结业，其实不是结业，正是新的生命的开始。许给自己一个承诺，许给自己对这一片天地、对整个宇宙世界，我们活着。总有某种特殊的，每一个人总有特殊的某种价值存在着，靠着你这一生来谱写。也就是说，真的在这里只有祝福。那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出去玩，接下来会采取比较轻松，不会像这一次这样子，好像很沉重的感觉哦，还是。所以最好的是说哈。外国人是会讲了啦，这个哦，办得不完啦哈。请原谅哈，我们那里较紧张、较艰苦、较辛苦，确实哦，唔爱上过只紧张的课。啊，而且最后拜托，请原谅，我要选你去的时候，叫你打电话。大家就觉得不管好，然后一边讲说又工作量很多，然后结果因为没有便当，因为市长说不能用便当，是因为这样子的。那我是说我带到的那个坐着车到那个塔塔家那一带，他跟各位就是要送东西过去的时候呢，路上看到那个山哦这么漂亮，然后我觉得。我觉得你们有点嫉妒你们。今天好幸福。对。是你们那边很幸福啊。我说我嫉妒你们啊。对啊。对啊，我就突然间坐在这里面，就觉得那群人都很让人很嫉妒，这么样的好山好水，然后他们在那样子享受哦，然后不管这个外面的乌烟瘴气，反正就是真的太大好的这种山河那种感觉，那我就觉得说哦，我是不是可以分一点点？突然间有那种感觉，然后到那边去坐的时候，看看突然都没人了，然后我们车子又要赶快回来了，又不能在那边多待，然后就是，那
我个人的感受是另外一个是因为对我来讲我在山上出生长大，那从小开始一直都在山里面，所以很好玩。我以为全世界人都跟我一样，我以为全世界都是森林，然后等到我第一次下山的时候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很多地方不是森林。所以我第一次到下山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躲在大树上面。因为我们老师看到我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女生，然后就躲在树里面，因为我回到树里面就有回到家的怀抱。那我也是一样，很久没有到那种整个大山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一种回到自己家的那种感觉。不是纯粹是因为阿里山的问题，而是只要回到山里面，我都有到外国去旅行，只要登到山里面，我就觉得回家，那种感觉就是很踏实、很实在的。那在我的自己在从事自然的工作的时候呢，基本上我的现在是分享，比较多分享，因为我从小享受太多这种。天地啊，这种星月啊等等这种自然的哈，那我就一直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，那么棒呢，一片树叶的那种闪光的感觉，一片云的那种走动的感觉，我就一直想要跟很多人分享，这样子就有这样的欣赏。然后我才发现说，其实很多人真的都市上的都市很多人他们是在采不到土地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哎，如果你知道采到土地的感觉多好啊。所以我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采到土地那种感觉，大家都能够真正体会到这种感觉，也很希望跟我们的同胞们来分享这一点。那我是觉得只要你真的能够知道采到土地的感觉，那种心的踏实的话，环境问题其实就解决一半了。那很多人就是因为他们离这个土地太远了，你有没有感觉？或者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共同一起来努力来做的事。那我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呢，虽然课程不多，但是我非常感谢，就是你们很多的朋友呢，他们都提醒我，比如说我在班课里面有些什么口误，那个口误的部分，或是我讲不对的部分，他们都会提醒我。我觉得这个我也学习很多，这个都是一个很棒的。那因为我最近以来宅在家里宅很久，因为我脚不受伤，不太能动。然后是很久以来是第一次真的这样好好走路，大概几个月的吧。所以我希望我的伤势赶快好一点，然后真的到山里面去好好再享受这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光。然后非常感谢各位，也欢迎来到我们阿里山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两位老师哈。那记得第一天的时候，那个林嘉德哈，从台南上来的一位学员，那他离开的时候，他说他实在是很想听课，那是不是还有机会再开课或怎么样？那他就拜托我哈，那所以我当然是跟他讲说，那我们这边都有录影哈，然后一定会寄给他，然后他会好好的看。那当然还有今天那个抱病然后下山的潘正威，还有他的老师那个王柳红老师，然后一路送他下去看医生哈，因为发烧烧了40度哈，那有点危急了哈。那当然事后在医院检查之后哈，只是简单的就是一些轻微的发炎，那也没什么大碍哈，他就今天晚上休息一晚，然后明天就会回家。那这些呢，我们一样就是很诚恳的是。我们也会跟他分享我们这几天的一些学习的收获，然后还有一些资料也会给他们来参考。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哈，谢谢我们两位老师，谢谢。那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悄悄话的时间，让请老师念。